所以我们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们是 Super VIP。哇哦，这个是有大。Before 进去一定要先喝完一瓶先。哇，它有 bathtub 耶，我最喜欢泡澡。好赞，期待耶。终于到，给所有人吹吹吹吹吹。合法大成分 ，OK。然后他这边是 ，No, it's okay, keep the change. OK， 我知道我头发是干乱，然后我试一下这个大饮料，看现在是有没有很杯这样子，因为里面完全是啤酒，我完全不喝，而且要排队，没有味道的我，好喝，因为我喜欢茶我喜欢那种比较甜甜的味道，很凉爽。我们去 Seven 有冲洗澡了。对呀。我喜欢它这个没有味道。刚才我喝另外一个是 Lemon Gas， Lemon Gas 好喝。如果喜欢 Lemon Gas， 可以 try Lemon Gas。嗯，这个真的很甜。大家。该咬还是吃？咬啊！嗯，嗨，自己嗨，骗你了，怎么可能？它的香肠，我最喜欢吃条状的东西了。跟他买 AI 玩。哪个呢？这个。Get me too。我吃一下看好不好吃？最喜欢吃条状的东西。嗯，这有趣的，好吃，这有趣的。哇，今天我很有。Oh my god！ 所以今天呢，我的 mood 是完全不像昨天累到要死。我们今天是睡到非常好，然后养足精神，吃到很饱。对，哦，现在看到吗？我们的脸就是 rave 的脸 ，OK。吃什么晚餐？我们吃了 brownies 刚才。现在那个 mood 来了。进去之前呢，先吃香肠。嗯，我觉得很开心啊。Before 进去一定要先喝完一瓶先，虽然不喝啤酒啊，可是不会醉啊，真的是太鲜了。耶、yeah, ！为了防止我忘记带我的 passport， 所以我把它放在路边。Let's go！ 辛苦你了，我的助理载我去。现在已经 on the way 去机场，然后当然呢也是一样去 Bangkok 玩。我几乎每一个月有去 Bangkok，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是因为我跟我的姐妹一起去，我们 girls trip， 所以呢去看一下有没有亚场可以去看一下帅哥，然后我会带上我这个。我这个小宝贝跟我一起去，希望不要迟到哦，因为我已经很迟很迟才出发，因为我在十分钟前才刚刚打包好我的行李那些。结果是我的助理载我 ，What the fuck？ 哎，我的司机的是要炒掉好，谢谢你，爱你。谢谢他，我再来 check in 了，还好我买 business class， so 不用排队。叫我可爱的妹妹啊、哦，嗨，我们是巧遇的，嗨，巧遇的没有，我刚已经出卖你们了。哦，是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这边，我们进去里面吃东西，这个叫 M M D M M， 妹妹的妹妹。OK， 我们等下会在这边吃一下早餐，因为我真的太饿。竟然会没有什么人，还有没有背影，太美了。OK， 然后我们在这里吃东西，我的背放这里。嗯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吃，还有汽水啊。等一下我要喝口，因为有点辛苦。
this. Okay, normal 的东西 curry chicken 我一定要吃这个，最近就是想吃重口味的东西。这样美的 view 和我的早餐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也是我的，因为我昨天喝了很多酒，所以我就喝这个 coke 来醒酒一下。哇，我现在吃饱了，然后我就要去 boarding 跟你们讲一样东西。我现在觉得我充满爱，然后我的 friend 全部都可以感受到我满满的爱。那很美，很美。现在我们就去这柏林那边，太开心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刻。这一刻我们等了几年了？三年了。好久哎，我很久没有。因为啊，某人一直放飞机，某人一直放，不是你啊？哎呦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哟。我们只有四个人，四个人。我们没有跟 Candy 去 ，Candy 是跟 Valen 去的 ，OK。可以开 aircon 啊，这是热死。把扇开给你。哎，这会有风扇的。有用的。把扇开给你。哇，爽太多，很热。还好有。飞机餐是这样的，普通这家人感觉烧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，然后等着出去有够嘞。我的 friend 跟我讲，他已经安排了专人来接我们，接我们回去马来西亚。他叫我就是一出飞机就等他就可以了，他的人来这，所以我们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们是 super VIP， OK， super VIP。哇，妹妹你好像 superstar 这样，有专人接你，完全骄傲到 ，Oh my god！ 大家请看这，这个就是我妹妹。现在换另外一个人来帮我们拿行李。再过来 Platinum 这里，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好买的。我带了10000块马币来花。他们买芒果，可惜哦，因为我不吃芒果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hotel 的 lobby， 准备进去 check in。这个是他们的 welcome drink， 喝一下看。嗯，好喝。Sorry， 是几个晚上 ？Thank you。哇！我觉得不错，我先脱鞋先，真的安排得很好哎。大家有没有水准？喜欢吗？喜欢，真的是很不错一下。这个是洗澡的地方。Hi。OK， 这就不拍了，也没什么好拍的。然后这个是他的客厅。啊，想一想。
它的 view 什么呢？没有什么不，哇，很 sweet 呢。还有给了这个蒸令蛋 ，OK。哇 ，nice one。这个是也是镜子，然后它这个 view 好像还不错，这样子。OK 的。哇，它有 bathtub 耶，我最喜欢泡澡。然后这是厕所，然后这是洗澡的地方。安排到完全完美。我们现在赶着出门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迟到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 on the way 去吃饭，看到吗？全部穿在你 no， 你太假了，你太假了，你完全太假了，太假了，太假了，看到吗？迟一点再看。我们去吃了晚餐，然后我们就去 Space Plus， 完全喜欢那边 ，enjoy 到。Hi baby， 今晚我们一起睡，对啊，一起睡，一起泡澡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很出名校的餐厅，还是什么不知道，因为妹妹 book 的。哇，妹妹的屁股真是美到，真的很美，的背影美到，我觉得我 post 了你这个 video 啊，应该很多人要追你。那我们就去吃晚上，拍我背后就好了。我拍哇，你的屁股是翘到 ，Oh my god！ Hello。叫这个，因为我很喜欢吃手冻啊，然后我会叫这个。哟。来试一下这个，刚才不错不错，我买过后面整个变成这样了，再管它，再来试一下看。嗯 ，Oh my god， 它的酱好吃到，哎，我不要讲牌了，因为它后面那个瘦脸弄到很奇怪。试一下这个，嗯，我觉得不错，好吃，很期待耶！试一下这个虾，嗯，很新鲜，好吃吗？切这个。现在我们就吃饱了，然后过着去 Space Plus， 然后现在已经是十点多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玩一个小时多罢了。哇，这种就是有水准的哦。哎呦，已经到了 Space Plus， 还是一样很爱玩，然后我们会先做这个 RDK Pass， 然后就直接进去，进去是不能拍的，所以我就不拍了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。我的妹妹点了一个 Factory 的 Cappuccino 给我喝，然后我喝了，我吓到 ，Oh my god！ 这个绝对是我有生以来去过那么多个国家，喝过那么多的咖啡，最好喝的一个咖啡，真的是很好喝哎！给我声音难听，可是我还是硬硬要录那个 Vlog， 不然的话只是没有东西录。然后我在 order room service 就吃一点点东西，还是很爽，那感觉就是很开心啊。所以现在我就要吃这个午餐。哎呦，哎呦！
马上要吃这个鸡蛋，最喜欢吃鸡蛋了。现在是5点多，然后我们就去吃东西，因为他很饿了，一直 complain 我很摸，对，我就是摸到两点，还没有到我司机。我们现在等司机来，然后我们去向 Paragon 去 shopping， 看一下有什么名牌可以给我买一下今天的裤子。然后，哎，偷吃面包啊，偷吃人家面包啊，哦，已经到了，好多人啊！天啊，来到了一家叫 Premium Beef 的，然后看一下它的 menu， 专吃牛肉的，不错，这样它的牛肉是这样子的，原来哇 ，fish bone 我很喜欢呢，因为很大力耶。试下看它的鱼丸好不好吃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 fish bone。完全普通，没有什么好期待的，谢谢大家。自家的牛肉啊，我觉得牛肉好吃，好吃好吃，我觉得这个 OK。哇，喜欢呢，加一点酱噻。哟，喜欢呢，马上来试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除了鱼丸啊，其他东西都好好吃哦。我们现在要去 LV 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，去逛逛一下哦。LV 在前面，好幸运。LV， 耶 ！OK， 我进去看。哇，我想买青色给你耶，还是买全青，还是一点点青？来看了一大堆衣服，因为我要买礼物送给我那个泰国的朋友。这里是专卖男款的，然后我看了这个 jacket， 竟然没有我的 size， oh my god， 不然好帅哦这个 jacket， 但它没有我的 size， 所以自己买了。Let's go， 哇，有水准的，帮我拿东西听，服务很好，大家一定要给他 tips， 最喜欢给 tips 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到一间非常出名的 Wasso， 看一下有几 hap， 就是这里听说很 hap 的，去看看哦。这个是它的 menu， 我想吃这个虾耶，好像好吃呀。有人请我喝酒呢。他不想不要给人家知道他会拔虾。